今天遇到了一个我喜欢的护士，兄弟们冲了！啊，等麻烦点事儿，我打的药吧，我嘴有点苦，给我找块糖。行，最麻烦了。王子，你看我这手，谢谢。哎呀，那个。就我来好几天了，这总能看上你，就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呢。你叫我护士姐姐就好了。护士姐姐，不是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想知道这甜甜的感觉是谁给我的。垃圾给我外扔了吧，麻烦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但没啥事，我感觉肚子好像有点疼的。肚子疼？啊，我摸你这有什么感觉吗？说实话，我感觉好像有人摸我肚子。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 ，doctor。哎，那个护士，麻烦你了，今天。什么事？哎，你下班了吗？这？没有，我家有点事儿，我要走了。啊，那我送你呗。我看你这挺不好打车的。太麻烦了。没事，我当感谢你。那走吧。行，走吧。我到了。啊，那拜拜。拜拜。慢点。嗯。那个明天别忘过来打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